龙女门天后宫讲解。龙女门天后宫起点于台南市安南区妈祖金庄，供奉了后改做显宫里。这个所在古早称为龙女门北山尾寺，由安平路五期中卫区、中华西路进入滨海公路，到樱花加油站倒弯，进入二丁九号省道，也就是天草街，到龙女门天后宫，只需要15分钟的车程就当到位了。为滨海公路两边的岩亭大约900架，这就是国家科技工业园区的预定地。距离庙宇100公尺的龙女门溪，是历史上的古航道，也就是80米道台南市龙船比赛地点。金碧辉煌的天后宫，甲着清气的龙女门溪互相辉映，风景非常优美。郭姓爷白成功为了守护台湾，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，李明朝1615年（西元1661年），率领大军由平湖出发，到龙女门港，因为水浅，军舰无法度人去行驶，所以郭姓爷在主力舰的船头扮演话，祈求着水舰的天上圣母显灵庇佑。祈祷了无外久，潮水马上涨几啊尺，一时军心士气大大振作，顺利来登陆了龙女门港南海北山尾寺，打败荷兰军，龙女门就成为了伟大古迹。郭姓爷伫咧守护台湾了后，为了感念妈祖，做一条水，在登陆地北山尾寺建庙妈祖经，服侍水舰的妈祖立庙中，到现在已经300多栋了。这也是妈祖经尊名由来。龙女门港变成了台湾厦门之间的主要渡口，往来生意人到本庙来拜拜，祈求一路平安，所以说香火日日鼎盛，庙地愈来愈感觉热。所以说在清朝康熙58年，由着百官官奉，复建为龙女门天后宫。离开现在100多年前，也就是清朝东帝10年7月28日，因为闸门溪河流改道，妈祖经被大水冲蚀，一直到台湾光复民国36年，才由妈祖经信徒接主重建。人少真少，建筑也真简单。俗语讲得好，庙不在大，有神则灵。龙女门嘛，信徒遍及全省，香火旺盛。尤其闻名全国，西港庆安宫3年1叩挂香请妈祖，90村庄、新桥、顶头，40万人来本宫一座进香，要千里迢迢由全省各所在庙宇组团来进香请水请火，亲像海涌一般的信徒，一波接一波，愈来愈多。信徒大会在民国66年发起重建。今日呈现在咱大家目睭前，龙女门天后宫东方的庙貌，庙前会当容纳20万人以上的广场，也是全省数一数二的。闻名全国台湾大学历史权威教授尤坤平先生，曾经在民国45年间率领历史系学生来妈祖经，也就是安南区显宫里一带，考证郭姓爷登陆的地点，一时轰动了南台湾，引起了各界兴趣。大家都希望了解了真正的答案。北山尾妈祖经就是帝王佛台登陆的第一步，同时立碑为证，再一次证明了妈祖经的历史渊源。北山尾天后宫的古庙址，在民国69年12月26日，正当市政府搜寻龙女门溪工作中间，惊人发现一块埋葬在地下的石碑，100多栋了后出土了。顶面刻有清朝咸丰年间大官富商
关注重修天和宫的技术。以后民国七十年十一月十七日，美国庙子又出土了石壁一面，长六尺，宽两尺八寸。石壁年代是乾隆四十二年，刻有新建六里门公馆碑记，拢总259年。以上两块石壁，美国庙子上价被发现，非常珍贵，信徒当作庙宝，保存在庙内，为六里门马做历史上盖好的见证。一般庙宇的门神拢是平民的用话，唯有本宫拥有全省上盖大的门神，是精心雕刻而成的，立体浮雕，金色宝甲五帝宫。相传是东太宗游地府故事中间，负责为皇上守门挂鬼的两位大将。大家看本宫两位门神，手握神鞭，手挥弓箭，目睭看四面，耳孔听八方，威风凛凛，尽忠职守，看守六里门天后宫的大门。锦绣宝将军甲武帝宫将军，古早时代为东太宗皇帝守护门，如今由于咱六里门马把守门神第一关，关门的时阵徛伫门外，开门的时阵徛伫两边，将你尽职辛苦负责。阁有虾米人来关心你嘞？建议各位信徒来到本宫的时阵，请您先向门神将军行一个礼，伊一定真欢喜接到。六里门天后宫，特地向大家介绍的庙宝，帝都吉榜，甲高之烧。当当咱来到正殿中央，仰头一看，顶面八角形的帝都吉榜的装饰，全部是精美的木雕，各做手法，甲其他庙宇无同款。用东方富丽庄严，也阁无够人去形容伊的宏伟气派价值。本宫飞龙高之烧，会当用金卡绝伦、台湾绝技来形容，也阁无够。高之烧又称为高之道。咱国大陆广东省五岭以南，古早称为高之，也是高之国。台湾高之烧的绝技，就是因缘而至的所在。相传清朝时代，有位大陆来的老师傅经过嘉义，古早叫朱罗，将手艺传落叶王，所以台湾的叶王高之烧上界有名。听讲，本市安平有一位手艺真正悬高之烧的老师傅，叫做洪华先生，距离本宫庙前100公尺，龙椅门下。也就是300年前，帝王后代登陆的古航道。80年，台南市北龙村就是伫遮所举行。龙里村条、龙里莲旁，古早号称台湾八景之一。有的是宝山海阔河龙静，吉德门宽小海影。古早台湾有八景，龙里村条万全胜。龙里莲旁的皇宫，诗人墨客留下了真多赞美的诗句，亲像玉英河的得机词：“铁板三连到七分，分身激浪海天分，临到浮标难平凡，天险生成龙里门。”龙里门天后宫是现代建筑，龙种迄地是台湾马祖的发源地。龙里门下是历史的古巷道，就亲像绿化一般，维护着历史宗道的圣地。溪的流水随着海涨海退，亲像将你雕拜着万千子民的守护神龙里门妈。本宫主神天上圣庙，又称为龙里门妈，也就是随着帝王后代开台妈祖。身上经过专家鉴定，是大陆广东已有的国宝木材玄机，已经有千年的历史，雕刻手法绝顶，内机外玉，八彩衣着，庄严慈祥，一件肃然起敬。
民国八十年二月七十，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，妈祖船由信徒护送到献寿亭，举行出湖、进水、趴顶仪式。献寿亭设立的庙前，专为这处用妈祖船巡经祭奠。由妈祖经庄所出身的名画家林中信先生精心设计，特大的寿礼、古色灯啊，令人发思古之幽情。妈祖船两边画着两只大彩虹，非常的水。船顶配有两排水手，好亲像飞龙船的姿势。原是七十三年露天大石时建造所留下来标准的古早三维大篷船，正是妈祖专属海巡的交通工具，台湾地区独一无二。船的头前准备两个大水缸，这是趴顶用的。其实祭奠的仪式，形式上的意义比实际上的意义更加重要。要甲各位介绍的趴顶甲泼水是出湖的祭奠仪式，由主办单位陆江主任委员共同主持，司仪念着吉词进行泼水的仪式。溪水泼过冬。东风加一木，四时无灾民安乐，八节有庆天赐福。溪水破落南，南风平定火。六宫庙宇来做伙，团结一致心向火。溪水破过西，西风加新金，腰坐孙金一条心，人顶地主富万金。溪水破上北，北风饮桂水，圣船出河钓光辉，游我信徒大富贵。会选船长、大副、二副，也是这次邀集活动第二项的准备工作。船长古早叫大公，因为名称无好听，已经无人沿用了。登记会选船长的有来自全省各所在信徒十三位，台南市议会王议长也来赞助开机卖光彩，参加挂杯，场面非常的热烈。
过程紧张刺激。其中王洪文小弟弟虽然小小年纪一片虔诚，应选立父，伊的父亲王灵通先生当选村长，大父是台南市前议员林正国先生。用马祖船顺经祭奠的说明会，是农民盟天后宫林主任委员接任两个月来举办的第一次，也是三百活动来首次的邀集活动。策划甲筹备的过程非常的谨慎。说明会中间，林主委亲自解说邀集流程甲八面图的位置。陪选开路先锋，伴尊长的对象是人，伴开路先锋对象是神，无共款。条件是服侍主神妈祖以外参加礼物，任务属于妈祖船，由献寿亭到龙里门溪边，陆上行舟以及邀集队伍的前部先锋。新明的任务真光荣。砖头又个好名声，拔杯其实一半是人为的动作，一半是冥冥之中神的意思，是上界公平的办法。拔杯结果是南路寮保定宫，定海李万岁快迎而出，迎临这处用马祖船邀集活动的开路先锋官。民国八十年五月初五，农历三月二十一日，邀集这一天，透早天打光，庙口。以及献寿亭头前已经来了二十多万人，参加的点头、神轿、按照顺序，一阵接一阵行参拜礼，庙内庙外锣鼓喧天，炮声不停，闹得滚滚。人潮亲像海水同款，客家无法度翻身。经过事先的策划和安排，参加的单位神轿、夜店。由着引导人员安排就定位，丝毫不乱，非常有特色。农历三月二十一日，恭祝妈祖圣诞的正式，又逢礼拜日，全省分灵庙宇组团来进香，不计其数。空前美有闹热的场面，和龙里门天后宫留下了历史时刻的记录。Thank you.
戏曲一到，随着锣鼓炮声，妈祖坐着主力港妈祖船，在众多的信徒协力之下，慢慢驶出献寿亭。八里妈祖船延伸数十公尺长的平安锁，由信徒合力向前跨，以开路先锋官作为前导，陆上行舟到鹿耳门溪边。献寿亭距离鹿耳门溪边虽然只有短短一百外公尺，但是足足行了半点外钟。船来到溪边，第一个工作就是徛位升帆的工作。老师傅熟练的动作，
一只三桅大篷船就适时停下伫信道的面前。溪边有一台大型的吊车，早就伫遐准备等候。溪中早就已经安排数十台机动的迪拜车，也阁有几只亲像希律快艇遐尼啊紧来往伫水面的救生艇，等候着马祖船的降临。